文文，小哥，哎，你快看，有美女哎！哪儿呢？那不嘛，有个妃子笑。看什么妃子笑？看你笑就够了。那你觉得她好看吗？她没你好看，你看她啊，干干巴巴，妈妈来来，一点都不圆润。嗯，观察这么仔细呀、啊。你是不是特想跟他嫁接在一起啊？你犹豫了，分手。小关，啊，快跟我一起燃烧，燃烧卡路里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就不用燃烧了吧？我这个身材再燃烧只剩下糊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需要燃烧是吧？呀，觉得我胖是吧？分手。小郭，啊、你快看。这两个发卡哪个好看？嗯，分手吧。呀，不是怎么了？咱俩在一起这么久，你不知道哪个适合我吗？啊、这个吧。这个吗？那这个吧。这个吗？这个。到底哪个？你戴哪个都好看。这还差不多。那你帮我选一个。这个吧。好看吗？好看，我最喜欢女孩这么打扮了。你怎么不直接说你喜欢她呀？我分